哎呦，山上有一个警卫在抽烟啊，旁边有小狗哦，这是狼犬吧？然后这边的警卫围安还蛮多的，下面还有警车挡住门口。这里呢？哟，警察小队，一堆警车。哎呦，上面还有狙击手哎，而且还不止一个，还有人在巡逻。哇，真是太棒了！这附近好多的观众啊。那我先瞄准一下，发射！哇！呀！Hello，我是江江，今天来玩这个扎手47，我们先练一下枪靶子啊！哦哦，还没有射到他，让他跑走了。没关系，再一次，这次不会失手。是啊。瞄准下一个受害者，小胖妹。哦，3号受害者。哎呀，这次居然没有动画，这一次终于有了吧？哇，这个模组还蛮酷的。我们这次的任务呢，要去市政府去巡视这个市长。那这个市长呢，非常的狡猾，在这个区域呢部署了一堆警力。我先标一下地图，如果离这个市中心不远啊，在旁边而已。这台欧斯洛，它是一台红色的车子啊，其实应该开黑色的，会比较不会这么醒目啊。哇，光这个大门口就是停满了一堆警车，然后大门深锁，然后记者在报道。呀，这个模组有点怪，它直升机停在上面，而且重点是没有人，也不会动啊。好，没关系。这个警察在干嘛？正在路中间。哎呦，屋顶上面还有狙击手哎！哇，满满的警察啦！我这边就涉及不到他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边。非常的隐秘，没关系。我们接近傍晚的时候再行动好了。我先看一下这边有什么东西。我这个大门锁起来哦。那记者，你看，在警察面前卖这个东西不太好吧？哇，到处都是栏杆呐！我来找寻一下，附近应该有。可以上去的地方。我旁边有警察。看看，哎呦，真的，这边有楼梯可以上去哦。哎，等等等等等，有警卫啊，小心点，别被他发现了。先把它处理掉，防万一。
因为警察很多啊，下面有四个人。把这个干掉。另外三个。哇！哎、欸，太好了。已经有部分民众发现了，那就有三个，应该不会影响我吧？这边好多人哦。这应该会是我逃亡的路线。等下我看到一个敌人了。这边的威胁啊！不小心发射了子弹啊！还好他们没有发现我，只是引起了骚动而已。好，这个角度应该可以了。先拿他开刀啊，就应该不是他了。先试看枪法，哇、哦，慢动作，啊，倒地了，被民众挡住，哇，不是蜈蚣吗？一堆人吓跑了，你不要动啊，可恶，我们准备瞄准下一个目标，就是你了，哈。这次换椅子挡住了，哎，他们又跑回来了，看哪边啊？去死吧你！哇，刚好有个平台让你躺，不。把这旁边的警卫干掉！噗！哇！旁边要打架哦吼，好凶！我来帮你！哇！哎，那个又爬起来了，全部人跑来跑去，你躲在树后面干嘛啦？哇，这样穿过来哎！哇，哦吼，哇，好酷哦！民众应该就不用管他了吧？我想说一次一箭双雕可以吗？喂、欸，不行啊！他已经倒了，好，下来一点。我们来行刺我们的市长啊！市长前面这个保镖干掉他，啪！哦，玻璃破掉了，这位市长躲在这玻璃后面的。呀，这个角度可以吗？瞄到他吗？我、哦、看到了那个拍手的，应该就是市长，然后旁边有一个女的，应该是他老婆，然后在另外一边一个男生，应该是他的助理。对，
去死吧你！是啊，被柜台挡住了啦。旁边这么冷静啊，一起吧。哇！哇！贯穿。好，至少我们的任务完成了，再继续杀下去，不知道杀到什么时候。我们先逃离这个区域好了。这应该可以走吧，下去一下。哦耶，完美的逃脱路线啊。 OK， 这一集呢顺利的行刺了市长啊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啊，记得帮我按个大大的喜欢啊，对不对？然后记得分享出去啊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对了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白天版的行刺啊。